版《航海王》在网飞获得全球观众欢迎，登上84国排行冠军，主角群各有特色，人物魅力十足。饰演索隆的青田真剑佑帅气度破表，在全球爆红，与娜美欢喜冤家的互动也受到好评。而翔吉是演员灵活的身手，让他在出场后也成为人气角色。近日网飞也官宣好消息，表示《航海王》正式续订第二季。原作者尾田荣一郎也在宣传影片中感谢书迷和观众的热烈支持，也表示热门角色乔巴将在第二季出现。而知名演员杰米里寇蒂斯一直以来都是漫画迷心目中古雷娃医生的最佳人选，杰米也在自己的推特转发粉丝创作，能否合流第二季阵容让粉丝们都相当期待。而真人版影集制作人表示希望能拍到12季，因为漫画真的太精彩，根本想拍都拍不完啊。